常组前男友团一起出国、啊，就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男友，常常前男友篮球队啊。我的目标是足球队。在异乡，你觉得容易发展感情吗？会吧，因为人闷的时候就会想要找个男人来玩一玩感情。刚刚生日啊，请所有我的最喜欢的帅哥啊来啊，穿青啊，脱衣服啊，他不开心在拍手。他就在啊。好久没这么疯狂过吧？当天你有吓到吗？好恐怖。我姐姐们的快乐超乎想象。能跟我谈恋爱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弟弟成绩。哎，我跟你说，追我的全是弟弟。就聊啊，好的。你的男朋友可以永远23岁。对。哎呀，萧亚轩的快乐，来体会一下。大家好，我是 Alba 萧亚轩。谈恋爱不丢脸，约会有什么好丢脸？但是我觉得嫉妒别人有恋爱的人比较丢脸，是不是？是你。你已经是我的前男友了，因为我从来不把25岁以上的男人放在眼里。抱歉后，这感觉没有任何卡比扣 ，Lucky Go， 我不是那种随便倒点酒。不是喜欢过你吗？喜欢过我的就是喜欢过，没有妈，把妈去掉。因为你的男人还是有的，不是还是有，其实蛮多的。你们就一下就把他拿下了，我一下可以拿下好多人，我没拿。他去了，咱俩一起过哈。我说好多人都约我的。对了，头要他们干嘛？空窗期的一直都是姐弟恋，差到几岁啊？差的反正是不离谱的40几岁吧。姐姐不缺好男人。你男朋友是比你小11岁是吗？那还有10啊1啊什么？你这辈子都不打算结婚了是吗？这干什么玩意儿啊？不打算给你自己男朋友一个名分吗？男的还要名分呢？女生跟你抢萝莉，你会如何应对呢？让给他。不抢吗？不抢，男人多的是。你老公之前开心的时候，你喜欢他，你去表达，哪来的勇气？你们觉得我一定会接受你？年轻嘛，才21岁，你为什么不敢啊？你不答应，你拒绝我的没问题啊。第二天就可以去认识另外一个，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心态。原来如此，我只是牺牲一个。从大概40岁开始，历任的男朋友都是我认识他们，他们通通都是25岁，因为25岁大概都是念完书，是，然后刚刚开始工作，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来陪我，而且他正是一个可以疯狂的年纪，自由自在，开心快乐。你这不是缺男人的人吗？谈恋爱的话，我会想说，哎呀，人家会不会嫌我年纪大？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我有钱才跟我谈啊？一个20多岁，一个小孩，帅不？比较周正的那种帅，不是狼狗型吗？哎，不是那种型，需要这种狼狗型，不点点那种，嘎嘎不？嗯。妈，老美了，多少年没美过了，戏里戏外都是。那也得谈，恋爱可是好东西，恋爱可是好东西。もう最高に幸せうるさい人があの世行ってくれたんで主人の年金を小遣いにしてね嫁がね気を使いなさいってあの生活費は全部嫁と息子がね家も建ててくれてね私のすごい素晴らしいあの楽しい人生を送らせてもらってます楽しいよね幸せです怒られちゃう姐妹也会立刻互相转告，然后来个不经意间回眸。我喜欢吃你，那你自己喜欢吃吗？咱俩不是一个味吗？哼，哥，觉得你有点帅。真假的？就这么突然帅，就因为会做饭？不知道，我就觉得你看着你有点帅。哎呦，我就做了一顿饭，你给糊弄了。你咋那么好？你是这屁李炳新，然后坐在我左边的是我女朋友。
了包包和钻石之外，平时会有什么比较昂贵的爱好？买房子。在这个世界上面给你一个戏假情真的机会。我听说你跟刘德华刚拍完戏，还有感情戏。那部戏跟刘德华没有感情戏、没有感情、好，就跟梁朝伟而已。陈奕迅，你们是不是有点嫌弃我？荧幕初吻来的。荧幕初吻是陈奕迅。我也是。大英眼睛蒙起来，边唱您的歌呢，边在一个男人身上把他找到。还好，我觉得这个。我看您大概是了大概有很久没谈恋爱了。您看看这铜板，这里面男生，您愿意谁来出来？像我师哥，师哥。那种特纯特别空的感觉，我管他喜欢什么。他是一个国宝级的一个钢琴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但我觉得并不是我选男朋友的标准。我觉得是弹钢琴和弹棉花的对我都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这送给了我们部门很多同事 LV 的礼物，他们都很开心。最近收到最喜欢的礼物是我们梦华录杀青的时候收到的，来自刘亦菲同学的杀青礼物。主创啊，还有我们对手的演员啊，都准备了不一样的礼物。我跟玲玲收到的都是项链，然后我们当时就惊呆了。你女生的角度，像这样帅帅的傻傻的，然后小男生会不会某种意义上有别样的魅力？看要多帅。这哇，这么帅，还无脑刚好。特怕海啊，特怕水那个人，王鹤棣就说：“哎，大木，咱们去海上一家呀！”我连想都没想，我说 OK。我掉进海里七八次呗，但是还是很开心。被拯救了吗？哎呀，必须的！七八次的后六次都自己往下掉了。那一刻觉得都值了，都值了，趟多少水都值了。我就是被美貌蒙蔽了眼。命都不要了。我那天不发了朋友圈吗？我一下就理解了纣王。我跟你说，追我的全是弟弟，我都不喜欢他。你的男朋友可以永远23岁。咱俩就不太热，我要体会一下。为什么不谈呢？我们都生怕空窗期，太不人性了。你的机器人，喂，机器人，我要谈恋爱。挑又高又帅，因为我告诉你，丑的也要偷人，帅的也要偷人。嫁给一个秃头先，晚上起来一看，哇塞，这个秃头看你还偷吃，我就想杀了你。然后看一个，哎，你这么帅还要偷吃，不是你吃人家，是人家偷吃你。算了，可以原谅你，这种心情可以很好嘛？有道理，这种心情可以很好嘛？有道理。我的座右铭，那就是。不求尽善尽美，但求为所欲为。有人也会不喜欢我，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又不会改。I'm gonna stand right near all these ticks.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Why do I care about what you want? I want $1,000,000, but I don't see you contributing to that. So. 我就 like clouds. When they leave, your whole world gets brighter. 我就 like trees.They take forever to grow up. Boys are like dessert. You want it, but you don't need it.